我觉得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跑肯定跑不了，我也没准备跑。但是我只是觉得非常可笑。我来武汉之前，从央视辞职，跟我的制片人聊了很长时间。这一刻的感觉非常的虚幻。以前我打开摄像头说话、表达，都是为了别人说。今天终于可以给自己说一说，但是有可能这自己说一说，也可能就是 the final speech 吧。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在录，今天下午我在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附近，我在那看视频呢，然后在那待了好长时间，结果我准备说去找点水，然后刚刚开车出了一个巷子，就看到前面来了一辆白色的 SUV，然后径直朝我走过来，我还以为他要这个从这边转弯到里边去，然后他突然就是相当于逆行了，对着我这边，然后我就减速，结果他在这儿就准备横在我的车前面，我一看情况不对，然后我就赶紧就走了，就逃跑吧，然后他们一路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怎么能突然能找到我？当然了，这个令人佩服的能力嘛。然后我就一直开车，后来录的那条视频。说我现在不害怕了，肯定是假的。
但是怕不怕又怎么样呢？反正他们要抓我，最终肯定会抓我。我下午在车里面，在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门口，那个地方整个一圈都封了，我也没有办法进去里边，然后我就在车里边，看视频，我就看了柴静当年非典时期做的北京抗击非典，还有后来做的给全网封杀的穹顶之下，我就一直在想。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所谓的新闻理想吧，或者说早些年也对"新闻理想"这个词没有任何的认知。但是，我看到柴静，包括当年读他那本《看见》那本书，算是对我的一种启蒙吧。我觉得，为什么不能有再多一点的柴静这样的人，或者说这个社会为什么就不能够？让柴静这样的人对他宽容一点。说实话，我面对镜头的表达能力其实很一般。之前看陈秋实先生的视频，发现他的口才表达能力真的是太棒了。可能由于现在我刚刚肾上腺素分泌的很旺盛，刚刚我从那个外边回来测那个体温，我的那个因为特别的激动，然后体温也比较高，然后我当时有穿的，因为我出外出的话，我现在都是穿的整套的防疫服。我不知道当初陈秋实住在武汉，当时来武汉住的那个隔壁那栋楼，然后最后被带走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不知道是不是有过冲突啊，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其实我来武汉之前，我已经预想到了，我最终可能也会这样，但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或者说，或者说，我觉得，OK，各位，我交代一下情况。他们把我的在武汉的朋友，帮助我的朋友，叫我喊到了这个门口，现在就在这个门口，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没有说话打你。就我的朋友在外面，他们把我朋友放在外面。能听到我说话吗？直播，能听到我说话吗？你。我去开门了。
喂喂，有吗？你刚才说什么？马上出来。你跟他说几声，马上出来。非常佩服你们在光天化日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然后那么轻易的就能够找到大作来了。第二呢，自从我来到武汉到现在，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我去所有被认定为危险的场所，被认定为危险的场所，我有全套的防护服，全套的防护服，护目镜，一次性手套，消毒水。3M 口罩，这是支援我的朋友给我买的，所以我现在身体一切良好，体格非常健壮。如果说我有所谓的发热的话，也都只可能是限速的飙升让我的体温升高。当然第三，到了这一步呢，我觉得我不被带走，不被隔离也不太可能了。但是我想澄清的是，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我的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像柴静一样能够去到一线，能够在2004年那样的舆论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说在2016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如果门外的那几位大汉们，你们上过中学的话，当然你们上过啊。如果你们记性足够好的话，你们一定会记得中学的一篇文章，鲁迅的，叫做《中国失去自信力了吗》，里面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一直把它奉为圭臬。我认为，鲁迅说，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那维亚，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干出来。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 B 站、上快手、抖音刷的每天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觉得现在所得到的历史和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楚门，那个电台里面传出了奇怪的讯号的时候，有的人都知道消耗剑的无理由的支持人，
走到这一步，这是我的好兄弟。